本来也不是什么重点区域，没有什么人关注，花点钱让他们说两句假话，那还不容易啊？实际也是你买的。对，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，事情结束之后我会跟你出个明细。我不是在问你这些，你到底记不记得？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说你很忙，没兴趣管我到底怎么做。反正你只负责给钱，只要能让杨兰航回到你身边就行。 后面就不用听了，差不多都这些了，我可以全部都发给你们。那有什么条件吗？没有条件，这世界不是只有你伟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录音如果发出去了，对你来说是什么结果？当然想过。 你真以为我是那种傻白甜，那么多人被洗脑的吗？当我决定把这个录音交给你们的时候，我已经赌上了所有的名誉和前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杨兰航，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立什么人设。我觉得比起捍卫科研的尊严和公正，我那些都不算什么。走了。哎，你那个新电影是不是入围国际电影节了？观众可不可以投票啊？